两边的球队就互相紧咧握手了后，准备拍一场精彩比赛。过程当中，双手拢拍甲真认真，跟平常时练习做发挥，享受拍球趣味时，也为家己队伍争取上好的成绩。是一种共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缘分的一个好时光，我们非常珍惜。这个敦亲睦邻哈，啊，台电要跟在地化那个能够站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举办这个慢速力学比赛哈。那这个比赛据同仁讲是停办了2年的哈，那今年开始又重新办，这个活动很不错哈，慢速力学很适合这个。大家一起来玩哈、哦，那我想说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明年开始会扩大举办。在加油声当中，选手带来个球碰出去，必须先摕到分组的第一名，才有机会参加冠军比赛。由台电南投区营业处跟南投县慢速垒球委员会合作，设计办垒球比赛，在草地内展开，希望好选手在运动过程找到健康跟快乐。期待再见哈，难得假日啊，难得感恩。我们贵地方哈、哦，举办这种球赛以球会友。区块是足侪人足侪人咧运动，但是咧是经费的问题，所以而且阿可咧啊，这次来当选着咱南投县议员，一定会来督促咱南投县政府，为着咱的垒球，为着咱的居民要爱运动的所在。在真侪热情乡亲组队参加之下，比赛是相当的精彩。主办单位也表示，会继续支持佮鼓励，希望来推展为全民运动，提升垒球水准，带动较侪人透过运动来交朋友，促进身心健康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